位法师，诸位同学，大家新年好，过年我们在寿星水经里面看到释迦牟尼佛的忏悔，给我很大的启示，这是最好的教育。佛自己说，我已经余寿心碎，我无过咎，与众人和，又不犯身和意也。过年，释迦牟尼佛跟大家讲开始，他带头反省。第一，我这一年当中，处事待人接物有没有过失？换句话说，有没有做对不起人的事情？第二，我有没有犯身口意？就是我有没有造所业，身、杀、道、淫、口、妄语、两舌、七欲、恶口、意、贪、嗔、痴，身三、口四、意三，我有没有犯？新年开始，我们就能体会到释迦牟尼佛天天都是这样反省，新年更是特别提醒。那些成了佛、究竟圆满的果位，尚且要这样做法，天天检讨，天天反省，何况我们凡夫呢？我们想想，自己是生死凡夫，不知道反省，不知道改过，我们在六道轮回是每况愈下，不会提升，这个要知道，不是向上走就走下坡路，这多么危险，前途一团黑漆，还能够放逸吗？还能够懈怠吗？听凭无常到来，手忙脚乱，那时候迟了，来不及了，是必须成我们身体还健康、头脑还清醒的时候，要认真忏悔，要彻底改过自新，修复多少要几分像佛的样子，这才是真正聪明人。这是佛过年的时候
做的榜样。我记得有一年过年，李老师在联社为大家讲开始，一开端就说过年大家都喜气洋洋，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细细想来，有何可喜？寿命少了一年，业障增加了不少，严格地讲是不应该，哪有什么可喜的？世间人颠倒，把可悲喜的事情当可喜，真正可喜的事情早忘得干干净净。如果我们事情一年比一年淡薄，悼念一年比一年浓厚，那是可惜。还在搞名闻利养，五欲六尘，把这句佛号不当作一回什么事情，那有什么可惜？要生极乐世界，要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哪里？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佛。你每一天读诵，每一天学习，没有离开阿弥陀佛，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处所，都不离开阿弥陀佛，这叫真念佛。要把经典里面的道理变成自己的思想见解，把这里面的教训变成自己的生活行为，使自己跟心完全相应。经典跟自己的思想见解行为融汇成一体，叫其如弥陀境界。你能够契入弥陀境界，不比完全能够契入少分，往生就有把握。如果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跟经上讲的相违背，那你天天念诵也没用处，你不能往生。所以经教不是念的，经教是教我们要实行的。无量寿经教我们要做的，我们认真努力去做；教我们不可以做的，叫我们不但不能做，念头都不能起。佛菩萨如何保佑我们？经典里头的教训是保佑我们，我们能够依教奉行，种善因得善果，这是保佑。如来所行
一应随心，众修福善，求生净常，是无量寿经全经的总结。如来所行，心上行是清净心、平等心、觉心，就是清净平等觉。思想上，我们讲无量无边的如来心，归纳为五个科目：三福、六合、三修、六度、十大愿望。这就是阿弥陀佛万德洪名在我们生命当中落实。这五个科目不但是净土法门修学的根本，可以说是世尊四十九年所说一切法的总归结。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能与这五个科目相应，这就是万德洪名落实。能够生生佛后都具足这五个科目，那就是佛功德。回过头来想想自己，自己跟佛的差别在哪里？把这五个科目我们要把它做到，把它变成我们的生活行为，我们才是心同佛心，愿同佛愿，解同佛解，行同佛行。我们做到了多少？我们这个佛号为什么念不好？念了这么多年西方极乐世界，连个影子都没有，一点消息都没有。我们的修学一定有错误，这就是值得我们认真去检讨的地方。错在哪里？错在没有根。敬业守重三福，这不是敬重特别重视的，修哪个法门都重视。佛说得很清楚，这三福叫三世诸佛敬业真言。这句话说得多重？三世过去祝福，现在祝福，未来祝福，这叫三世。菩萨修成佛道，决定不能违背这三条。违背这三条不是佛法，这个三条是佛法里头无论是大乘小乘宗门教下贤教密教三世一切诸佛
都用这个做最高的修学指导原则，这能违背吗？这能小看吗？这能疏忽吗？凡是修行不能成就的，中途变切的，都是没有把三福当作一回事情。你细心去观察，他对这个三福不重视，这不是释迦牟尼一个人说，是三世诸佛、一切诸佛都这么说的。如果有心想在这一生当中超越六道轮回，念佛往生净土，你一定要修净业三福，不从净业三福下手，这个净土不能成就。净业三福第一条实际上是落实如实道的三个根，孝亲尊师落实在弟子根，慈心不杀落实在因果教，后面是修十善业，这些不是念的，不是讲的，是自己的生活，是自己的起心动念，是自己的言语造作。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跟这些基本的戒条相不相应？相应是善的，不相应是恶的。断恶修善标准在这里，这三个标准是三教圣人定的，是性德自然的流露，不是哪个人发明，不是哪个人创造，唯有性德才能够开发性德。孝亲是信的，佛教导我们从这个地方下手，开发自信，圆满自信的信的阿弥陀佛，就是自信圆满的信的，这样才能与阿弥陀佛相应。所谓一念相应一念佛，也就是印光大师所说的一分诚心得一分利益。最后我们也随时新年恭喜发财，我们的发财是要功德发财，以真实信心恳切的愿心支持阿弥陀佛名号，开发自心无量智慧无量功德发财，祝福大家改我修来喜心一心自然感想所愿皆得，祝福大家
诸佛莫说，岁岁平安，众善奉行，年年如意。谢谢大家。